很好奇婆婆家经常做饭，怎么一只蟑螂都没有呢？婆婆说她囤了很多这个，在厨房放一个，客厅放一个，洗手间放一个，一只蟑螂都没有。它是植物提取精华，无气味驱蟑，家里有孕妇小孩的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蟑螂真的会钻进人的耳朵吗？蟑螂这种东西啊，最喜欢往缝隙里钻。人的耳道窄温热，每年爆出的蟑螂钻耳朵新闻真不少。如果你家中发现一只蟑螂，就至少隐藏着10000只。拖鞋拍打并不能消灭它们，只会拍出虫卵。它们的生命力呢极强，没了头也能活上20-30天。想消灭它们最大的难点就是它们有超强的繁殖能力。一只雌蟑螂一周可以产出40多只小蟑螂，一年繁殖后代近万只。所以想让家中无小强，只有一种方法，团灭。这次蟑螂算是被我玩废了，一个吃蟑精灵轻轻一放，害虫逃离。上次见到蟑螂还是在我朋友家，我就推荐给他这个吃蟑精灵，植物萃取精华，安全健康，这么小一罐也不占地方，在蟑螂经常聚集的地方放一个，慢慢你就能发现家里的小强不见踪影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承诺，7天之内，如果你家还有蟑螂，你给我退回来，我不收你一分钱。家里的蟑螂在毛巾水杯上到处爬，这样很容易传播细菌，一定要小心了。这个盆植物提取精华，无气味驱蟑，家里有孕妇小孩也可以放心使用，相较于传统驱虫剂更加安全，而且一盒能用180天，干了加点水还能接着用。这次搞活动，你买一次能用2年，只需要放在厨房卫生间，再厉害的蟑螂也空空消失。